今仔日首先来关心到立委的选举。国民党内日前针对彰化县第一选区立委补选的人选进行党内民意调查。国民党内原本只有蔡明忠甲柯春芳两个人要争取党内竞选的席次，但伫民调开始进行，形象出现变数。现任台北镇长阮厚觉嘛宣布家己进局，和柯春芳甲蔡明忠两个人是相当不满。但是阮厚觉敢若回应，一切由中央党部决定。今仔日民调出炉，由柯春芳出线，代表国民党参加立委的选举。即个彰化立委补选，国民党内因为阮厚觉宣布投入民调，互选情一度互人杀无，未少民众甲东江节甚至公开反对阮厚觉竞选立委。阮厚觉对外敢若表示，一切拢是被动听从党中央安排。如今民调出炉，阮厚觉依然秉持着初衷，一直拢伫咧持续为了乡亲服务。我责无旁贷，跟各位乡亲报告，我来参选到这届咱第一选区，咱的河滨山西新港，咱的鹿港区福禄寿鹿港秀水复兴六乡镇第一选区立法委员的补选，一向拢是省心省力公益心，有心就有愿，有愿就有力，有力就会实现。柯春芳伫民调期间表示，阮镇长拄当选无久，镇民对伊拢有高度的期待。咱河滨镇选民拢期待请镇长留伫咧镇公所，为镇民继续服务。今仔日民调结果出炉，伊感谢民众对伊的支持，将谦卑的听乡亲的声音甲期待，甲支持者做伙拍赢这场选战。新中华新闻李明宏河滨采访报道。